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新的一年嘛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，有了那么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整个人都焕发了一个希望活力啊，非常好。我是从深圳过来的，挺好的，非常棒，很嗨。唐朝那些服装啊，还有这些音乐很嗨。就好不容易这个有这个机会来，就出来 happy 一下，放松一下，迎接一下2023。非常棒，非常嗨，大家一起这样跨年的话感觉会比较热闹一点。妈祖是一个非遗的这个民俗，也是一种传统的文化，但是呢我们在天后宫里面来举办这个电音节，把这个电音科技灯光文化啊，用大家这个比较潮的国潮的形式，把传统的文化表达出来啊，增加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自信。祝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哈，大家都这个在新的一年，把以前的这些阴霾啊都去掉，是吧？迎接新的一年，祝家人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永远在一起，平安喜乐。希望2023年，我所有的朋友啊、家人啊，还有那些兄弟姐妹，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吧。